好女儿情商间，有女儿就满了天，在其位置上的那公西定过来呀，那四十内处在阳青西南边长啊，南边长和西呀有一个宋老三，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所生的女儿婵娟啊，小刘备年长一十六，娶了个如意儿，姑娘叫那叫大莲，尊俏好容颜，似鲜花无人采，披软缎线无人看呐，不好比貂蝉似吕布，又好比阎婆惜坐楼想张三。变成烟。